清风吹醒了沉睡的故事，清风吹醒了沉睡的故事，故事中那些个面孔有点朦胧，有点朦胧，那么多的事儿想也想不通，想通了才更加让你我犯愁。那么多的有情人，你为他哭，哭也没用。眼泪要是有用，人间就不会有。常熟快到了，好，那咱们出去看看。哎，老爷，这人是谁啊？到了常熟县衙就知道了。报知县啊，邝大人。矿中奉巡抚大人面谕，特来常熟查案，请验过令牌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矿工大人有什么事，卑职定当照办就是了。为了熊氏兄弟的冤案，特来此勘问，查明真凶，还望贵县鼎力相助 不敢当。昨日消息传来，熊氏兄弟临刑，刀下留人。重审冤案，矿工卑职不才，不过我已经闻风而动了。好啊，那贵县如何闻风而动呢？来啊，将嫌疑犯带上来。啊，请。哎，你带进去。矿工，他就是本案的唯一嫌疑犯吕天骥。老爷，怎么会是我呀？这个不是你又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出走？哎，老爷问得好啊！我听说要重审真凶，我想了一宿啊，也想不出到底是谁啊！哎呀，又怕怀疑到我自己头上，我只好出走了呀。不是怀疑到你的头上，而是事实就出在你的身上。我到任以来，我就听说你主谋害死锦郎，打死老周妈，你的动机非常的明显。冯有余的儿子死了，你的儿子就可以取而代之，冯家的财产你就可以据为己有，不是吗？我揣不过气来，你还装？我揣不过。放大人，你看这不就是案情大白了吗？啊，是吗？启禀老爷，照老爷吩咐，按照老爷开来的名单，我已通知了冯有余，将有关人物聚集到家中，等老爷下去勘查。嗯，好啊，那就有劳贵县一同前往，带上吕天骥，就不必上锁了。是，坐。
小民冯有余会迎两位大老爷光临寒舍。好，起来起来，请前面带路。好，请。谁是李翠花？大老爷，小妇人就是李翠花。你就是那个开小饭店的老板娘？寡妇人家挣口饭吃。熊友会出了事，是你到无锡给熊友兰报信是不是？是的。昨天是你去苏州陪冯有余祭法场是不是？是，老爷您都知道啊。知道你的事情还有，热心可嘉呀。谢老爷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拯救无辜义，缉拿真凶难，只要诸位知情者能够提供线索揭露真凶就好。你们谁先说呀？回禀大老爷，小民冯有余每日在米店营生，家中只有锦郎、山姑和老周妈三人在家。那天乡下来人说山姑的生父死了，可山姑因为险些被他的生父推入火坑，而且又担心锦郎在家乏人照顾，所以他不愿意去。哎，大老爷，我可真是懊悔啊。当时是我硬要山姑去奔丧的，可锦郎却被毒死了。老爷，可怜山姑被官府屈打成招，判了死罪。啊，大老爷，幸亏大老爷开恩救命啊！你这老头是不是有点糊涂了？知府大人让你揭露真凶，你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老爷，我想老周妈和我一样疼爱锦郎，他不会下如此毒手的。哦，老爷请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背后有人指使啊？请。那个吕天骥是不是很可疑啊？在座的诸位都可以揭发吗？二位大人，老朽只有一点可疑，吕天骥一贯反对锦郎读书，还不如侯山姑关心锦郎读书呢。老朽本以为孺子可教，然而大病以后，吕天骥就再也不让老朽教锦郎读书了。哎，老夫子，我们锦郎已经傻掉了，不能读书了啊！傻了，有病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我就再也不能与锦郎朝夕相处了。好，这是个要害。吕天骥调虎离山，正好指使别人在背后下手。谁指使啊？吕天骥指使老周妈下毒，然后杀人灭口吗？不可能！我检查过锦郎的死因。这锦郎啊，分明是吃了砒霜毒药，小儿又不喝酒，只能在菜肴里下毒。可是，这些菜肴，难道都是锦郎一个人吃吗？老中医，老周妈烧菜，锦郎总是不爱吃。那天做了不少菜，我也吃了不少，可我也没有中毒啊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守在这里，把剩下的饭菜都吃光了。也没有中毒啊。会不会是锦郎出去胡吃了别人的东西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现在锦郎啊可听山姑的话了，他不会出去乱吃乱拿别人家的东西。再说这个吕天骥，他常到我小店里喝酒聊天，他这个人呐，私心是有的，黑心是没有的，贪心是有的，杀心也是没有的。我不信他会到药店里去买砒霜毒药，而且没有医生的处方，药店里是不会卖给你砒霜毒药的。吕天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青田大老爷，县太爷怀疑我下毒，我有什么话好说呢？大老爷，还是让大家伙说句公道话的好。哎，可你出头告状，诬陷侯山姑将自己的耳环宝钞赠与熊友会，为什么？大老爷，也许小民不该出头告状啊，可
这对耳环是我经手买来的呀，但是后来落到了熊永慧手中，所以我就起了怀疑了呀。李天骥，你是在我的耳朵上发现这对耳环的，你不想想，要是熊永慧真是得了山姑的私情憎恶，那他会公开叫我卖掉，那这耳环还会戴在我的耳朵上，你真是狗屁不通。哎呀，老板娘，哎，我可以认错呀，可这对耳环怎么会落到熊友会的家中呢？还有那一张大明通行宝钞是我亲手交给冯老板的呀，冯老板又亲手交给了三姑，三姑说他没有拿。哎，这就奇怪了呀，这张15贯的宝钞又是谁偷去的呀？冯老板啊，你们家中是不是经常有什么人出入啊？除了在座的诸位，没有陌生人来过。矿工，我看此案不好办呢。县令刚才不是说很简单吗？啊，恕卑职自信武断，现在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元凶，又查不出失物的下落，矿工亲来勘问，恕卑职无能为力。惭愧惭愧啊。冯有余啊，你陪本府到侯山姑的织布房中看看如何呀？啊，请。老鼠多得很呢，这原来是谷仓，所以老鼠特别多。矿工，我看这里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看呢。是吗？李翠花，你和熊家很熟悉吗？对，我在熊家门上上了锁了。那好，你带我到熊家去看一看。哎，好，老爷这边请。二位老先生有劳了，除了冯有余、李翠花之外，其他人都回去吧。更告辞了。哎，你县衙中不是还有事吗？你也回去吧。啊，好，容卑职先走一步，回去宴请矿工。本府外出，向来在自己的船上用餐，不宜铺张。墙的那一面就是山姑的机房了。嗯，对，是的。什么一墙之隔，机杼半隔，过于直就轻薄的判为越墙而楼其处子，他也不好好看看，这哪里是西厢记里张生越墙的地方？人是过不去的，也只有老鼠还能躲得开。老爷，这儿有只死老鼠。这老鼠不是猫咬死的，该是吃毒药毒死的。鼠药有毒？那你知道哪儿有卖鼠药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来呀，在。你们到街上查访一下，有谁知道卖鼠药的，带一个人回来。是。哎，你说跟知府大人出来，一不去捉贼，二不去捕盗，让我们去追老鼠药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哎呀，大老爷自有大老爷的办法，你就别啰嗦了，咱们照办就是了。这哪有老鼠药吗？这，哎，老板，请问这哪有老鼠药没？老鼠药啊？啊，不晓得。对了，对面有个芝麻烧饼店，你去那里问问，问问好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走。香喷喷的芝麻烧饼。我问一下，你买一个。你们这条街上是不是卖过老鼠药？老鼠药？对呀。大
有啊。李翠花，你认识不认识吕天骥的儿子喜郎啊？当然认识，那个混小子啊，在西山县公堂上做伪证，害苦了熊友兰兄弟，蒙冤受屈。我早晚得找这个畜生算账。嗯，那你同本府一同到无锡去抓获那个吕喜郎如何呀？只要大老爷吩咐，我李翠花哪儿都愿意去。禀老爷，禀老爷，他知道卖鼠药的事，就是他。哎，老爷，小兄弟，你说说看。好久以前，有个外地的赛狸猫来卖老鼠药，5文钱一包，很便宜。就是我们这里的熊二哥问他灵不灵，他说那个药里有砒霜，不但老鼠能吃死，人也能吃死，就把这个药啊放在那个香喷喷的芝麻烧饼里，老鼠肯定爱吃，灭鼠啊是百发百灵啊。熊二哥买了一包，我也买了一包。隔壁的老周妈你认识吗？她有没有买？认识，她买了。我替隔壁的老周妈呀把药装在了烧饼里面，她高高兴兴的就走了。很好，来，你们把这个老鼠洞的墙壁拆开。是是。钱，对，是这张15贯的钱钞。一案千难万难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此案破得迅速，全仗大家出力。明天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无锡了。白龙子，张雄啊，哎。你接着说吧。啊，矿中已到长厨。他行动果然是迅速啊。你了解到什么情况？丁老爷，长厨县衙有我的徒弟，昨晚上连夜赶到无锡，说新任知县鲍仁山奉陪矿中查真凶，把有关命案的人物一个个的召集在一起。哦，就这菜呀？老爷，还有您最爱吃的，那个看葱油鲫鱼，你看，你看呢？凑合吃吧。来，老爷，你坐。那他在常熟抓到真凶了吗？他们把所有人一个个排队的问，没有问出任何嫌疑犯。后来那鲍仁山有点烦了，他说不用管了。这啊是刑部核准的铁案，他矿中想翻就能翻得过来。再说了，老爷我已经上报了刑部，只要是他矿中最近查不出真凶，刑部岂肯罢休啊？那矿中啊早晚就得免职罢官，那周臣也得落一个包庇渎职的罪名。好啊，这下好喽。他矿中啊这次到常熟来，那就像两条腿陷入泥潭里了，他拔呀拔呀拔不出来喽。老爷，老爷干什么？那个苏州知府矿中到西山县衙来了。啊，他来这么快呀？是，他来西山县衙会见地方官员，老爷您不在，他留下这个令牌就自己踏勘去了。哦，哎，郑雄啊，你说矿中在常熟没抓到真凶，情况属实吗？丁老爷绝对属实。啊，我明白了，矿中他在常熟没抓到真凶，这心里边着急呀，
所以他就想到这儿来，在这儿抓到真凶。哼，他呀，痴心妄想。就是。哎，他既然来了，那我得去会会他呀。会会。嗯。会会他去。哎，不吃啊。老爷，这有两个骰子。这骰子是灌了铅的，老爷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你们把地下的散落的铜钱拾起来，点个数。是是。你就是借个油葫芦15贯钱的秦古心。是老爷。瞧这情形，可能是油葫芦在床前和凶徒为了争夺15贯钱洒落了一地，后来又到钱塘厮打，被肉斧砍死。对，老爷说的没错。老爷，这里足足有半贯铜钱呢。秦古琴，你借给油葫芦的钱现在只剩下14贯半，但熊有兰的钱整整是15贯，这不是对不上号了吗？老爷，这些我们也都看透了，可是那个游手好闲的喜郎，他作伪证啊。喜郎？那这两个贯铅的骰子是喜郎的吗？能做出这种坑人赌具的也只有娄阿鼠啊。娄阿鼠是老鼠的鼠吗？不对，此人呢，长得也是尖嘴猴腮的，那双老鼠眼睛啊咕噜咕噜的，狡猾奸诈的很啊。才发现了死老鼠，这回又碰见真老鼠了。哎呀，矿工来了。哈哈，矿工啊，未能迎接您亲临碧崖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好，另排奉还。贵县公务繁忙，就不必客套了。本府是受了巡抚的面谕，到西山、常熟两地重审命案，关键是抓到真凶。啊，那到常熟来，抓到真凶了吗？查来查去，真凶还是没有抓到。是吗？所以矿工就到西山来抓真凶了。嗯，对。那你到西山来就准能抓到真凶吗？有线索吗？你有把握吗？这个嘛，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不是你错就是我对，不是我对就是你错。嗯，不是我斗不过你，就是你斗不过我。是不是有点水火不相容啊？寇忠，别以为你是知府，我是知县，可你呀，只是个刀比利出身，而我是两榜进士出身。过一职，不要以为你朝中有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草菅人命。老百姓心里其实最清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本府不想与你多说半句话，你请便吧。你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呀，祝矿工早日抓到真凶，告辞。好，大家也走吧，我们也走。是，送行田大老爷。于喜郎，
你游手好闲，结交赌棍，调戏妇女，诬陷好人，你知罪吗？哎，大老爷，小的知罪，还请大老爷从轻发落，从轻发落。若想从轻发落，你就将那个老赌棍的去处说清楚。小的我跟老板娘说过了，楼阿叔他就躲在城隍庙边上那个阴暗的角落里。那你就对老爷说清楚点。站起来。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吧，你！你小子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吓死我了！你小子怎么又躲了你？我老窝在这儿，就他妈你们几个徒弟知道。熊友兰做了替死鬼，他都铁定了案子了。你对呀、啊？哎呀！没想到啊，这个真是大前天就该在苏州杀头的，这全变卦了，怎么变卦了？是啊，这怎么变卦了呢？苏州知府说了，说要什么刀下留人，熊氏是冤枉的。哎呦，这下把我给吓的，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了。最近呢，我老觉得这脖子痒痒的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你这不会挨刀的。来来来来，喝酒，来来来来，受不了了，喝酒，来来来来，喝酒。好，我说，你若想遇难长祥的话，我个老白干的，哎，喜郎啊，你这是不是给我进法场了？哎，你少说这断头话。哎，你若想遇难长祥，避凶趋吉啊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你说，你呀、啊，可以去找城隍庙那个新来的仙人，哎，准保你平安无事。那不一定。哎，前几天我就找他算过命，啊，这算的可准了。不会吧？哎，看见没有，那儿不是有个算命先生吗？在哪儿啊？哎，那儿不是吗？来。来来来，你进来进来，算命不得进来吗？来来，走，不，这人多怕什么？你也真是的。哎，你要这样，那好，我不管你了，我不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真是，自己看着办。哎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个算命先生啊，可真是个活神仙呐！他把老夫这一生的吉凶祸福全都给算出来了。嘿，老夫真是打心眼里佩服。可不是啊，这次我找到失散兄弟啊，也就是他前不久算出来的。那我们要好好感谢这位算命先生了。他就是楼阿鼠吧？对，我见过一回，在我店里喝酒吐我珠花的八成就是他。嗯，先生可以算个命吗？可以呀、啊，算命测字，你只要随便写出一个字来，我就可以测出你的吉凶祸福。先生，我不识字。哦，那你随便说一个字也行啊。随便说啊。我叫楼阿鼠，就测个鼠字。你要问什么事啊？官司。哦，鼠，十四画，嗯，乃是阴爻之气。鼠嘛，又属阴，乃是幽会之气呀、啊。你这官司嘛，急且不明白。这不明白吗？我是不太明白。我就是想问问，有没有什么牵绕连累？你是自占呢，还是带人占卜啊？带占，带占。以数相来看，
你不像是替人代战，而是自战。此事，你是获之首矣。何以见得？十二生肖，孰乃为之首啊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你是智祸之首吗？江湖诀，江湖诀，我不信，不信，不信。我看你好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。你这说话真古怪，偷东西你也能算出来？属性善窃，你偷了一家姓尤的。啊！你怎么晓得？老鼠不是最喜欢偷油吗？啊！老鼠偷油，老鼠偷油。那先生，到现在可有什么连累的？有啊，一个鼠字，眼下正是子月当令之时，你是脱不了干系的。那有什么可以躲避吗？我问你，你是代沾还是自沾呢？自沾，自沾，自沾。好，自沾，自沾嘛，那就不落空了。鼠字加一个空字，此乃逃窜之窜。只是老鼠生性多疑，疑惑不定，那也是逃窜不了的。其实我也是疑惑不定，承蒙先生指点，那我就依了先生，到外面去躲避一阵子。鼠嘛，乃昼伏夜动。你要想连夜逃走，可趁我的便船。先生，现在船在哪儿？就在河下。太好了，先生，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我把性命交托给您了，我给您磕头，给您磕头，给您磕头了。囚犯带上堂来。带囚犯，跪下！大胆刁民，无赖，娄阿鼠，你一贯不务正业，好逸恶劳，沉溺赌博，入室偷盗。你在入室偷钱之时，引起争吵，于是你就举斧杀人，还赖及无辜，妄图逃跑，实属罪大恶极，还不如实招来。大老爷，我把性命都托付给你了，瞒是瞒不过去了。我最近赌运不通，看见油葫芦拿着15贯钱回来，我本想跟他借，可他不给，我心不死，就第二次上门。Thank you.
抢了15贯铜钱就逃走了。以上所说句句属实。叫他画押。是。杀人者偿命，你枉法难饶。来啊，在。将娄阿叔打入死牢。是。走，起来。走，走。你们两个狂徒干得好事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饶命，饶命，大老爷，饶命，小的知罪了，小的知罪了。兄弟，你们上知悔改，立功赎罪。来啊。来，让他们在家当街示众，为少年堕落者之戒。走，来啊，在。传熊友兰四人上堂。是。本府当堂宣布，熊友兰、熊友惠、苏虚娟、侯山姑、陈渊、昭雪无罪释放回家。谢青天大老爷，谢青天大老爷，蒙青天大老爷刀下留人，亲查真凶，昭雪陈渊。青天大老爷，是我们重见天日的再生父母啊！谢谢大老爷。为官者为民昭雪，实乃职责之所在，不必多谢。哦，你们都起来，起来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老爷，我们只有一个请求，想拜见邝夫人。对，对，我们想拜见邝夫人。啊，哈哈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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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也想见见你们。石魁，在，带他们去见夫人。是，退堂。退堂。听说你为人仗义，今后生意怎么做，想过没有啊？啊，陶副朱大叔看中了我，叫我去陶庄去丝绸坊帮他管理。夫人，我也跟他到陶庄去。哦，你们俩？啊，我到我姑妈家去吗？山姑，你到这儿来还没说过话呢，你是最好性子了。听说冯有余要收你做女儿。是的。那很好。那谁陪你到常熟去了？他。夫人，这个梅花砚台可真是不赖啊。这个梅花砚台跟你们梅花耳环一样，也有一个打官司的故事在里头呢。夫人，您说给我们听听好吗？是啊。可以，可以啊。24年前，有一个卖牛的老商人被恶霸财主牵去了10头牛，赖着不付账。老商人呢，上门讨账，不但没讨到，还挨了顿打，气坏了，回家以后啊，就和女儿商量要打官司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把路边门口的年轻算命先生给请了进来，请他帮着写状子。年轻的算命先生一口答应了，顺手啊，掏出了文房四宝。老商人的女儿就用这个梅花小砚台帮着磨墨。年轻算命先生一挥即成，写得很精彩。老商人高兴极了，就把梅花小砚台给扣了下来，说如果官司打输了，我这梅花小砚台就不还给你了，如果打赢了，我就把女儿啊嫁给你。
哎，夫人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啊？后来呢？你猜怎么着？那个年轻的算命先生啊，就是新来的知县乔装改扮的，是为民伸冤，结果官司啊打赢了。可是这个老商人啊，反而不好意思了。新来的知县说：“你可别言而无信呐、啊，这官司打赢了，如果你的女儿愿意，我可要娶她为妻。”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老商人就是夫人的爹，那个女儿嘛就是夫人您了，还有那个年轻的知县就是邝青天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就你一个人聪明，这大伙儿啊都明白了。怎么样？邝公写的奏本切中要害，字字千金呐、啊。把酷吏过于职的劣迹揭露无疑，为民平反冤狱，刑部是无话可说呀！啊，可是小人挟怨，必然会找其他的借口，来一个伺机反扑啊！邝大人，天道酬正，正能克邪。邝中愿与周大人风雨同舟，不怕前程惊涛骇浪。大人，大人，刚才有人来报说过一只逃走了。啊！哎，老爷，你决计不上京城去了？不去了。江西布政司是我姐夫，咱们可以先到他那儿去等待时机。船家，顺便呢，可以查查我爱妾林春兰的下落吗？船家，快过来，渡过太湖到长兴去。啊，快点过来。哎，来了。小心点，老爷。坐好啊。这是好东西。世间。